先说一下帮队长 battle 这个心情，也是很平静，但是我觉得我是 battle 人，这到我时候到了，他选我就肯定是我，对。他选了一大帮哎，但我眼里只有我自己，嗯，谁不是自己喜欢自己？就是 B boy 肯定要一个，我可以压倒，就是 dancer 我都可以，我觉得我都可以是，我不去，就是我不会去怕任何人，所以我又是疯子，对，就是听着音乐我就来了。我就上了，然后 IC 也是疯的。那就是你看到两边的阵容的时候，还没有开始跳，你当时心里有没有一些膈应？有啊，我当时看到阵容，我就直接跟赵博说。